我们现在人在阿里山，那这支影片呢，想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到底台湾的田径选手在暑假的时候都会做什么样的高地训练。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到这边找嘉泽来拜访一下，到底在暑假的过程中会做什么样的异地训练。好，那我相信有些朋友可能是自行车的观众，或是比较少在跑步的观众，那我们还是请嘉泽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真男人张嘉泽。那我参加过一届奥运、两届亚运、三届世锦赛。那现在本身呢，其实还有持续的训练，但还有从事一个就是电商的商业行为，然后来维持我的生活。所以很多人说，我是职业运动员，但是台湾目前田径这个项目没有职业运动，所以目前台湾你可以看到跑马拉松的或是田径运动员，其实都是业余的爱好者。你们来这边异地训练应该有大概3到4周的时间。对，没错。蛮想分享给大家知道，就是你们在这个异地训练的过程当中啊，通常一天的这个行程会是怎么安排？可能5:40起床，然后6点的时候会准备出发，然后训练完大概已经是8点到8点15分中间，然后回来盥洗完之后就会开始煮饭吃早餐。9点半的时候会请物理治疗师来替我做一些放松按摩。那中午呢，其实就是也是一样休息时间。那下午第二次的训练是大概3:30到4点。那下午的训练的话，可能会是长距离的有氧跑，然后还有一个再加上核心训练。那我们二五的话是上午训练间歇，然后下午再做放松。那礼拜天的话就会有一个 long run 长距离，所以也是两个间歇一个长距离。那其他时间的话，都是以12到14公里的一个慢跑啊、恢复跑啊、有氧跑的过程。对，那整天的生活就是吃饭、睡觉跟煮饭三件事情。希望你们下午的课表训练目标是什么？今天下午就恢复跑，因为上午是跑间歇。对，我们上午跑法科雷特的，60秒快，60秒慢。那下午然后恢复跑，然后做一点肌力训练，弹力绳。下午就慢跑为主。对，其实也算。那你恢复跑主要是下午要做肌力训练。对，了解。但我现在才刚上来，跑你们这速度就已经不是慢跑了。我们是慢跑啊，已经是很喘的跑了。我操！其实我猜也蛮多观众就是不清楚为什么要做这个高地训练，为什么要到阿里山，甚至之前有出国到中国或是去日本。那到底什么是高地训练？可以简单就是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因为海拔1500以上就是算是高海拔训练，那在大概2000公尺上下的时候呢，是生理学的研究上面是比较适合高海拔训练。那因为在这样高海拔、低压、低氧的环境，会让你的那个红血球细胞氧气进去的不足，身体为了适应这样子的环境，那它必须要制造更多的红血球、血红素、肌红蛋白来去让你做适应。那也就是用这样的环境呢，去制造更多的红血球，让我们的带氧量提升。前阵子刚结束，也就是奥运的赛事，那奥运的马拉松其实也相当精彩。那想聊一下，就是嘉泽在去年甚至到前年，就是在1920年的时候，其实蛮长一段时间在拼战这个奥运的积分。那在这过程当中，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？因为2014年。筋骨肌肌腱开刀嘛，那手术之后其实就从零开始。那2016年里约奥运，那其实有去尝试啦，但是就2年的时间其实来不及。那时候最好成绩只到2小时26，那时候那一年的达到成绩其实2小时18分。那在其实自己有不断的在进步，所以然后我有从不能跑到可以跑2小时26分，然后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拼一下2020年。那时候还不知道说国际田联会改变那个积分规则，那就是以2小时18分17分为一个目标，所以在二零
2017年的时候其实有2小时22分，那2018年的时候就希望自己可以跑进2小时20分，那在2018年2月的东京马拉松就2小时19分59秒，哎，就那一年的业绩，自己的业绩就达到了。对，那其实也是希望再快一点，所以在2018年的下半年就有2小时18分。那在2019年的话，那肯定要一定要是2小时17分或16分，越快越好嘛，才有机会，因为也不知道规则怎么改。对，然后最后才发现，他改为达标，直接达标是2小时11分30秒，然后或者是你是排名前80名，那就表示说，我2小时11分30秒是没有办法没有机会，但是如果我是拼排名前80名的话，所以那时候就一直看着自己的那个排名会浮动啊什么的，然后就是一直要求自己，可能跑了2小时17分，记者访问还会说不够，然后最后跑了2小时15分的，我还是觉得不够。当然自己最后在2019年的时候有跑2小时15分，又突破过去自己的成绩。对，那当然是这个成绩是不够达标奥运的。那到2020的时候，其实就遇到了疫情嘛，那比赛其实就减少，那加上训练上也有影响。那2020最好是跑了2小时18分，所以一直就会，是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呐、啊，对于东京奥运是没有办法达标参赛。我身边其实也蛮多人会好奇问我，接下来有没有设定什么样的目标？可能是成绩，或是像有没有人生的赛事目标？就接下来有什么安排吗？接下来安排还是会持续做训练，但下半年的话，其实还没有安排到赛事，还在观望离我们最近的中国跟日本的赛事，因为比较没有时差的问题。其实大家其实我们常常说要跳出框架，但大家都会觉得说啊，年纪这么大了，大龄了，就为什么还继续训练？那其实你从历史来看，过去可能你只能跑25岁，然后到可能可以跑到30岁，然后到现在跑到30、30、35岁，甚至有人跑到40岁，甚至网球的甚至40岁以上的选手都有。所以其实科技在进步，但是我们的思想思考模式一直在这被这个社会给框架住啊。虽然我们常说跳出框架，但是我们自己都没有跳出框架，所以我是希望说我自己先跳出框架。本身另外一个理由是自己还是喜欢这样持续训练，因为你有个目标，你有动力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上轨道。对，那还是希望说未来有机会的话可以，现在目标就是因为2小时15分了嘛，那也是希望说可以有机会跑到2小时14分，甚至13分。如果能够持续进步的话，看自己能够走到哪里。我觉得就是不希望自己最后不能跑了，然后遗憾说，哎呀，早知道我再跑的话，可能就成绩更好了。我最后想要分享，就是看嘉泽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。就是如果现在看到影片的你，想更关注运动员，或是想要跟我们一起训练的话，这次我发现有很多市民跑者，然后也都上来，就是自掏腰包，然后请假，然后就是上来训练。虽然跟不到选手，但至少可以跟女生。那我觉得这真的是蛮好的，就是我看了真的很感动。就是这个影响已经不单是我们上来训练，而是已经感染到很多人，就是愿意一起投入这件事情。其实我觉得我们竞技运动员要开始开放一点，对，要开始丢出一些我们想法回馈给这个社会上，因为你没有主动的，我们都是希望是求别人来帮助我们，但这是个问题。如果我们没有主动先丢出去的话，球是不会回来的。那这是一个宇宙法则，大自然的法则。那可是我们一直在求，那最后呢，我变得反过来，我先丢球出去。可能从2015年去多巴高原，我就开始写说我去高原。其实我很年轻就去高原做训练了，可是从受伤之后，我更多的时间去写
高原训练这个理论，还有我们的过的生活。从2015年多巴开始，那2016年去甘肃兰州，那开始就会有一些运动员想要跟，对，因为那边的物价比较便宜嘛。那运动员跟我要继续写，然后继续发文。2017年的时候，就2017年到2018年的时候，就是你看到2015年，然后到2018年，过了3年的时间，就开始有一些素人跑者想要去。哎、欸，去他们是把一年份的假两个礼拜，一年份的假通通请光，然后就去那边两个礼拜，然后去了他就希望说可以体验一下我们选手过的生活。对，我发现说，哎、欸，其实是有它的效力在。你可以发现你把球丢出去，3年之后那个球开始回来，开始发球。对，那他们来的时候其实就会哎、欸、看到我们在训练或者他自己训练，他又写出他的感受，然后又或者是写我们的生活，那这个球又出去了。而且在到2020年的时候，我们留在台湾，因为疫情的情况留在台湾。那像去年其实就很多素人跑上来，那今年又有更多，因为疫情开放之后，又有更多的素人跑上来，因为他们也是希望说来看看我们这个很像月球上的事情，很像月球上的事情，没看过的事情，想要来体验一下。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我们跟这个社会上互动，我觉得我们不要把自己竞技运动封闭起来，而是要跟这个社会上互动。因为运动员或是教练永远记得我们就是运动产业里面的一环，对，我们永远就要跟社会上互动，这个产业链才会发酵，才会起来。所以就一直以来也是不断的透过这样的宣传，然后让大家加入。那大家加入之后呢，其实就会有、欸、有人带个奇异果上来啦，有人带了 bagel 上来。我看就是到抱了3-4箱，就是 Costco 的那个战利品。对啊，然后有人可能就是啊小额的赞助啊，那你就发现哎、欸，之间资源就来了。对。那可是你这个之前你已经做了好几年这样的事情，不管怎么样啊，回过头来还是先以自身改变为主。对，像我来到这里，我来阿里山，那我会发现。生活上不方便，那我就再抛球出去，可能我们需要一个高地训练基地。我们像日本、中国或者是欧洲有很多高地训练基地，这样只要是耐力型相关的运动都需要高海拔训练。像冯俊凯在冬奥之前，我在骊山看到他在做训练。我们可以，我们都希望说，哎、欸，有没有耐力型运动啊，铁人三项啊，或者是马拉松，可以站上我们的奥运的舞台上。但问题是，我们的硬体已经是跟不上了。对，那在这里呢，来这边生活，然后把球抛出去，可能有些人看到文章上来，他们自己体验过之后，还发现说啊，原来真的是需要。那当然，这也不是说一年两年能够改变的事情。那我们就希望说，如果持续做的话，10年、20年，然后看如何去慢慢改善。因为我们现在不做的话，20年、30年、50年之后还是这样子啊，那我们还是只能永远只能留言，永远 每次就只能在奥运之后，然后留言说啊，真希望有台湾选手站在奥运的马拉松舞台上。我觉得这种希望是很渺茫的，很抽象的，很空虚的啦。对，啊，不如实际做，你还觉得比较有实际感。对，你会觉得真实一点。对，好，那非常感谢，就是嘉泽今天分享的非常多，就是平常我们也不会聊这些内容啊，但是就是在今天访谈的时候，其实聊到很多非常内心的东西。那希望看到影片的你，就是有稍微感染到你，就是希望可以更关注台湾的运动员。我觉得多少对于我们的训练下去的动力也好，接下来的这个关注度提升，都是对我们非常有帮助的。OK， 非常感谢嘉泽。那今天很重要，就是我们有一个干爹，让我们可以上来就是拍摄。然后这次呢，他也特别准备了这个耳机，就是要送给你。这是那个谢，骨传耳机。感谢骨传导耳机的领导品牌 Aftershock 赞助播出。这次的 S800 搭载了 Open Ear 全开放的设计，重量仅有26克，磁吸式的充电，8小时续航力可以待机达到10天 ，IP67 防水认证，防水性能全面提升。有兴趣的朋友欢迎点选下方资讯栏链接获取最新的优惠资讯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片就到这边结束喽。我是你的教练梁哲瑞，我是正男人张嘉泽。好，我们下一集见喽，拜拜。